Hello，大家好，今天是这个 vlog 第一天。刚才呢就是上班，然后现在就是刚刚回到家里，有一个小时的一个 break。然后我现在正要煮我上次在 H Mart 买那个方便面，这是我上次 vlog 里面出现那个我买那个 Reese 的毛衣，我好喜欢，特别特别的舒服，很软，然后也挺暖和的，然后就是颜色跟它长度什么都挺合身的，它就是那种拌面炸酱面型的。然后我怎么感觉它就是豆瓣酱拌面，好像都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感觉用老干妈会更好吃哎。短暂的一个小时，现在要去上班了。然后最近是冬天嘛，马上天又变冷了，嘴巴又开始变得超级无敌的干，所以我现在又特别开始喜欢就是用这种有颜色的唇蜜，我觉得就很舒服。这个是 NARS 的 Argan 的那个阿拉贡的颜色，在视频里面看好像特别特别深，其实因为我的屋现在稍微有点暗了，其实这个颜色还蛮亮的。刚才才到家，现在已经晚上8点了。然后我现在因为现在已经比较晚了，我就可能一会儿做一个米线什么的，我给大家看。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我自己做那个米线，就是先烧开一壶水，然后就放一点这种小的姜块下去，还有这种已经就是我已经过过水了，就是把那个血水啊什么都洗过了，一些小排骨大概就放个5、6块差不多。所以我这个米线基本上就是排骨汤的底。我用的米线其实就是这种，就桂林米线，然后我觉得它还挺正宗，加一勺料酒。然后我会加这个是叫做 Vegeta，Vegeta 是一种欧洲的调料，里面就是蔬菜，然后盐。但其实拿什么鸡精、鸡粉都可以代替。然后基本上就这样，会就是转小火，开了之后转小火煮个1个小时这样。像这种配料，其实一般我都是有什么我都放什么。像以前如果想吃酸的，就可以放些番茄啊什么的。然后以前我有特别特别喜欢吃那个什么芝士的龙虾丸，然后会放在米线里面吃，就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是决定你的汤底的味道。然后先是我会加很多，像这个鱼泉的酸菜吧，算是。然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其实应该煎一下，把它的油都煎走会更香一点。但我今天比较懒，所以我就直接放进去加了。基本上所有的广西的米线都会加酸笋跟酸豆角，所以我自己做的时候也会加，我觉得它味儿就一下会正很多。那种酸豆角、豇豆。1勺到2勺都可以，因为那个咸菜什么其实就已经够咸了。其实它超级超级的香。其实主要我想给大家看，就是那3个酱料，我放的那个笋呀、豆角啊、酸菜呀什么的。刚才去超市里买牛奶，然后现在要做早餐。就是我昨天在超市买的这种有蜂蜜的这种燕麦片，然后还有这种类似于各种多种谷物混在一起的。主要是我比较懒，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里面加很多水果啊什么的，香蕉、蓝莓什么都挺适合。然后现在就是要一边吃早饭，然后我要准备就看一下我的那个简历啊什么的，因为我过一个小时会有一个电话面试，2点半的，是一个software engineer 的一个电话面试，所以。刚才做完了那个电话面试，然后晚上还要再做一个那种就是电脑计算机编程的一个测试什么的，心酸。那我要做饭了，我今天晚上准备做糖醋排骨，放一点，然后就可以下排骨炒一下，然后放排骨。然后加一勺红糖。1勺料酒，2勺酱油，生抽，然后1勺这个老抽，加1勺醋，然后转小火把这个焖着就可以了，焖上个20分钟左右。今天早上我没有录 vlog， 然后我现在已经就是下班回家了，因为早上其实也没有干什么特别的，就吃了个早饭，然后我就去上班了。所以呢，一会儿我要跟我男朋友出去吃饭，所以现在我就准备化一个妆。这件 PR 送给我，然后我开箱开的这个衣服，我觉得就是平时穿稍微有点夸张，所以我都是套在外套里面穿的，但是我觉得拍照什么还挺好看的。下我这个 Fenty 好久没有用了，自从我买了迪奥那个粉底之后，我就有点冷落它，但是我每次用还是觉得挺好用的。就差口红了，我还没有想好我是准备走温柔路，还是准备画一个深一点的颜色。就还是用了 Stila 的那个 Glitter and Glow 的那个闪片，还是决定用这个好了，这个是深色的，这个棕的 Leo 这个颜色。Hello. Oh my god, who's this? Who's this? Hi.
店的 bruschetta， bruschetta 是我来加拿大吃的第一个 appetizer， 然后我特别喜欢。是星期天了，然后我今天早上没有来得及录，因为我早上去了一个面试，然后我去了面试之后我就买了这个，这是我多伦多最爱喝的。其实多伦多有很多很多奶茶店，但是我觉得最好喝的还是这个，虽然它是假的喜茶，但我还是很好喝。然后包括黄茶他们的那个奶盖什么，我觉得特别特别香，就茶特别香。这个娇兰粉底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用了，就是个什么亲肤粉底，但是真的还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粉底，现在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用的，就是对于我的肤质来说。昨天是 EZ700VR， 就是第二个配色那种，就是黑紫色的发手。然后其实我以前从来对 EZ 就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我一直觉得350啊什么500都挺丑的，然后除了700就是因为我看到看到这张有穿，然后还有 Hailey Baldwin， 他们俩穿过之后觉得超好看。但是700我喜欢它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第二轮发售了，就是9月份的时候，就赶上700的 VR， 就是第二个配色。我第一眼看它的时候，我是觉得它没有就是原版的好看，但是我觉得它也挺好看的，就是挺适合女生穿，而且挺适合秋冬的嘛。结果昨天8:30开始发售的时候，到现在都还有货，就到现在已经过了2天的时间，7.5、7.5码之后一直到13码，货都特别特别的全。就是我买的是最小的，就4.5号，4.5号是当天早上20分钟之后就没有了，但其他的货就特别特别多。然后我就去查，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很多人特别不喜欢这个配色。但是我觉得700的设计还是比350要挺酷，因为700它那个我比较喜欢它后脚跟那个荧光的那个标，还有就是它的阿迪达斯的那个三条纹是在闪光灯下才可以看见，也是那种荧光的。那迪奥这个高光就是今年新出的吧，好像颜色其实没有怎么变，就是款式变了一下，长得变了一下。然后我一直觉得它显色就不够高，没有就其他的欧美的显色的好。然后我想试一下 Morphe 这个刷子可不可以把它就更显色一点，因为这个太浅了，我觉得这个刷子的形状倒是对高光就非常的好，就正好卡在这个颧骨这个地方。这个取粉还是不错的，但我今天化妆都是比较紫的，我用这个 Pomegranate 的这个，它也是就属于玫瑰色那种，也是偏紫一点。这是我穿的这个外套，就我之前买但我没有给大家看，是opening ceremony。 然后这个衣服我给大家看过，是 Rizia 我买的这个 cropped 毛衣。然后这个裤子也是我之前分享过了的，这个 Urban Outfitters 上被我裁短的。靴子是我年年都有在穿，然后我去年年度最喜欢的衣服里面有推荐过这个 Stuart Weitzman 的，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面信息栏里面，然后你们可以去看看。因为今天外面还挺冷，现在多伦多变得超级冷，然后超级喜欢这个外套，它有点 oversize， 我买这个是 S 号的，因为它 XS 卖完了，所以我就买这个大号的，但我觉得还好，很暖和。刚才到家，然后我刚才就是在整理一下我衣柜，我发现我有很多就是那种标签都没有摘，都还全新的衣服，就有些比如说网上买的不合身什么的，但又不能退的那一种，所以我在想说爸爸会不会介意，就是我可以开一个微信的群，然后就是出我一些闲置的东西，然后包括我有很多就是闲置的化妆品，但是有一些全新的，还有一些就是我用过然后我觉得不是很喜欢的化妆品，可能不太适合我之类的，还有口红啊什么的。我爸爸愿不愿意，就会我可以开一个微信群，然后卖一些这些闲置什么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主意可以，如果你觉得你愿意我开的话，你留言告诉我。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周六早上，一会儿我要上班，我今天上的是晚班，所以呢现在我还在家里，刚才给我自己做了个冰咖啡，啊超香。我自从买了那个雀巢的咖啡机之后，就我对电器这件事情就特别的执念，就我就觉得花钱买好电器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就是真的让你觉得你生活就变好了，用的时候就变得愉快了。我本来录丝芙兰打折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购物车里面可能只有4件，当时我就想说今天我不买到 VIP 入职了，我不买到1000刀了，省省钱。结果我后来还是不能放弃 VIP 入职这件事情，然后我昨天晚上又下了好几百刀。刚才化好的妆，我超级喜欢我今天化的，我今天也就是这个 YSL 的23号，非常喜欢这个颜色。刚才回到家收两个快递，其中有一个是我去丝芙兰八折买的，
但这一包寄的应该是头发的产品，这个海盐的这个洗头皮的这个洁发膏吧，算是一个磨砂膏，跟一个这个头发的一个套组。我本来想买 Blue Gel 的那个，但是这个比较便宜，然后它东西比较多，都是就比较火的产品，我就想说可以买这个，可以把它都试一遍。大概挺可爱的一个这个包，然后这个是价值80，然后卖32这样。这个包还挺好看的，乐哥油，这个我有用过，大号的，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一个这个 Wave 的这个 Wave Spray， 这个其实我也蛮喜欢的。然后一个 Amika 的这个发膜，一个 Blue Gel 的这个发膜，这个我挺想试的。然后之前也是没有试过这个 Blue Gel 的发膜。也有人说，就是你买这么一盒，就为了买几个重要不值，但我觉得挺值的，就是价格低，但是你买到这些东西都可以试一遍。平时这个重要你也不一定能免费拿得到，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是 Hair Balm， 就是一个滋润头发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是 IGK， 也是挺有名的一个护头发的牌子。这个迷你的这个洗发膏，其实我当时买的原因就是它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用的，所以我觉得会比较值。东西真是挺多的，和这个 Alterna 是这个吗？鱼子酱的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保护头皮、滋润头发的这么一个 Leave-in Conditioner， 这么一个吸霜的感觉，也是 Styling Treatment， 都是 Treatment。就基本上没有 shampoo 跟 conditioner， 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值一点。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买这个鞋，这个倒闭鞋。其实我这个号还好，其他号确实货挺多的，但我觉得其实这跟这个消费者心理有关系。他如果货给的少，然后买到的人少，大家就会觉得这鞋好看。是因为他货给的多，买到的人就比较多，大家就会觉得这鞋不好看。对，但因为他退货政策其实很好的，我觉得我不喜欢把它退掉。而且我从来没有买过 EZ 的鞋，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鞋号是什么样的，就瞎买的一个鞋号。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不知道应该什么评论来这个东西。怎么觉得好像挺小的呀？完了，买小了。给你们看，好像有点顶脚，也许穿会变好一点。Hello， 今天是这个 vlog 第几天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今天是星期三，然后刚才接着上班回来，然后刚才给自己补了口红，是我这次新买的这个 Bite 的这个 Chicory， 不是很确定怎么念啊， Chicory 或者 Chicory 这个颜色，他们这种打折超便宜，半价，然后现在也可以买，然后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是他们后来新出的，我还挺喜欢的，它是那种像 lipstick 跟 lip gloss 的结合体，就是你涂上去之后它又显色，但是它又很 shiny， 就又很有那种 gloss 的那种感觉。Anyway， 就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今天先把这个打开了，因为我真一直找不到怎么就一个办法来存放这个小晶片，然后我一直没有打开。真的是1995，然后这个是欧米最左边的这个是 Flash 3， 欧米偏粉一点，然后1995偏棕一点，但是深浅其实是差不多的。它这个亮片其实还蛮少的耶，给你们看，看超好看。然后现在就又要去上班了，然后今天晚上会跟我男朋友出去吃寿司，应该。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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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去寿司的路上。Happy Halloween。那种自助的，对。然后今天是万圣节，然后刚到上班的时候，就是柜台好多小朋友穿着那种乱七八糟的衣服，拿着一个小桶，然后问我给不给糖，我说我没有糖可以给你，然后他们都特别的难过。I think I made you too short. Just now, I bought tea. Now we want to buy desserts.Say something to my audience. Tell them to subscribe. Make sure to like, comment, and subscribe for a chance to win free bubble tea by the delivery of Cassandra Lee.好，要个黑糯米双皮奶，冷的，嗯，带走。People are gonna think you only have one hoodie at my place. One hoodie. Because last video we're also wearing green hoodies. We have more than one hoodies at this home.
pretty good. I'm better. Really? Like what? I feel like I ate this from somewhere before. It has a very, very similar taste to something. No, this is the best. No, it has something similar to it. Then stop eating if you don't like it. There's a Serbian dessert that's similar to this. I'm not even lying. What is it? I don't know. Okay. But it's literally... Oh, but it's not dark purple rice. It's just rice, right? Like sweet rice. Like sweet rice. Mm. But it's also soupy like that. This one is not as sweet. That's why. Where you go? You guys here? 再给他们喂猫薄荷。Blaze up, bro. Blaze up. 你笑不笑 ？No, no, twisted. It's on no. This guy's already overdosing. Look at that. Are you playing dead, Tito? Aha! So. He didn't bite me. He didn't even use his nails. Oh, he never does this. I know.Oh, you're so cute. Oh, it's okay. Wanna play a bit? Booty. Give me that booty. Give me that. Okay, this video is sponsored by Just Cats. Look, Just Cats catnip. No dogs allowed. No woofers allowed. This man can smell it through the bag.然后这碗饭是我男朋友的妈妈做的，就是有鸡腿儿，然后是土豆跟 pasta， 跟这样的西红柿沙拉，然后其实还有汤。不、oh, ，no， it's not for you， no， not man。现在是晚上11:30，然后我又饿了，就起来找了个蛋糕吃。这个是我男朋友妈妈自己做的，所以其实挺健康的。就是那种面包，然后跟巧克力。它这个蛋糕的底，就是把饼干给煮烂了，所以其实这个蛋糕是挺健康的。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六，然后我刚才从超市买了菜，现在就是下午，大概要上班回来休息一个小时，所以就说不准备做午饭了，然后就准备吃个沙拉什么的。然后其实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做那种，就是普通的 spring mix， 然后配上。tuna 跟 lemon juice 和炒的蘑菇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说好久没有做，这次我就买了一点菜来做那个 salad， 然后就把这个 cilantro 切的碎一点，一段一段比较入味一点，然后加一点橄榄油，退步还会再加一点 chia seed。它就属于 super food， 你放在什么里面都没有味道的，大家会补充很多营养啊什么的。好，现在在看 Knowing Brothers， Knowing Brothers 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娱乐类节目，韩国的。然后我觉得他们主持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有才华，然后就超级无敌好笑。在下班到家，然后取了两包 Sephora 的快递，一包 Sephora 的快递。然后昨天我取了一包，然后昨天我取的那一包我今天已经用了，然后都不是特别喜欢。我昨天买了一个这个，就是 Ole Henriksen 的这个 Banana Eye Cream， 然后它就是那种里面带着淡黄色的那种眼霜。我主要是想来买早上用的，因为我晚上在用那个蓝鱼子，然后不是很舍得把那个早晚都用，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用来早上用。然后我觉得它不是很保湿，但它确实会给你一点点提亮的效果，让你就上眼妆啊上粉底会好看一点。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Boscha 的这个抹茶的面膜，它其实是那种有点类似于 clay mask， 就它是那种清洁性面膜，就是这个 milk makeup 这个 Kush 睫毛膏。然后我今天我用，我觉得不是很好用，因为我用我之前的那个 L'Oreal 的欧莱雅的睫毛膏的话就很便宜，然后它不会脱妆，但这个晕的就比较狠。对，昨天还有一个这个 Youth to the People 是新的一个什么小众的一个牌子吧，然后
我买了他们那个洗面奶，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瓶子特别好看，它这种玻璃瓶，然后我想说用完它的这个洗面奶之后就可以拿它装洗手液啊什么的，就有我这次第二次丝芙兰第二个 weekend 打折的时候我买了这个 Huda 的这个 New Nude， 其实我特别怕我当时买不到，然后没想到货还挺全，然后打开了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镜子，我其实挺喜欢这个镜子，然后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封皮儿，其实我觉得实物看上去是真的挺紫的，就整个就是粉紫的系列，就很粉很粉很紫，我觉得这个室内光线这么亮就已经能够看出它的那个反射度很高了。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Milk Maker 的这个 brow gel， 我以前非常喜欢就是欧莱雅的那个，后来他们就不做就停产了，就换另外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不是很好用，所以就开始有寻觅新的好用的 brow gel。 还有一个这个 Boucher 的这个氨基酸洁面，然后这个跟 Boucher 的卸妆油是卖的最火的产品，然后我非常喜欢他们那个卸妆油，所以这次我就买了这个洗面奶，我买了两个洗面奶，但我觉得洗面奶迟早会用完的嘛，因为我不是换了电脑嘛，然后换电脑之后它就相当于没有笔记本那样的麦克，我就得重新买一个麦克，然后就以后录视频做 voice over 这样的麦克应该会比较好听一点吧，然后觉得它超可爱，然后挺女生的，就挺 girly 的，圆圆的一个，然后声音声效什么都非常的好。而其实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我就是其实我本来跟我男朋友录了一个 boyfriend tag， 但是录完之后我觉得很不好玩那个视频，就没什么意思，很无聊，所以我想说我就是准备再重新录一个 boyfriend Q&A 吧，应该可以说，就所以如果你想要看那个视频的话呢，你想问我们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 YouTube 留言或者 Instagram 私信等等任何的社交平台你都可以留言告诉我，问的越多当然越好，然后我们会征集大家的问题然后去做一个那样的视频。 Hello 大家好，今天应该是这个 vlog 最后一天了，然后我一会儿男朋友过来，然后我准备先化一个妆，应该是买了一个这个 Dr. Jart 的这个面膜，我一直很想试他们的面膜，但是呢就一直没有买吧，反正每年都会出这个套装的，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带。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Drunk Elephant， 我本来真的一点都不对这个有兴趣的，但是我后来就是看了很多好评，评分非常的高，它成分说是非常的好什么的，然后我就说是买了这个套组，因为它里面东西确实是蛮全的，他们经典产品你基本上都可以试一遍，然后一个洁面精华有三个，保湿精华，然后它的那个 TLC 精华跟一个那个维他命 C 精华和一个这个面油跟一个眼精华和一个防晒，就还蛮全的，可以都试一试。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这是 Pharmacy 的这个眼霜，然后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用了一下，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就是挺滋润的，就厚厚的。然后我还买了两个 MAC 的东西，一个就是这个 Double Gleam， 我在我的那个八折买什么的那个清单里面，我推荐就说我特别想要这个，我真的每一次试色都会被它的那个闪亮程度惊到。然后买了一个这个经典的 MAC 的这个217的刷子，其实还是挺贵的，对于一个小刷子来说。我因为正好赶上商场有打九折，然后就买了这个 Marvis 的牙膏，我买了三种，它每个是9加币，但其中有一个是12块钱，就其中有一个比另外两个贵，但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是我因为我没有用过 Marvis 牙膏嘛，然后这种感觉有折扣，我就说买试一下是不是真的很好用，买了三个牙膏，每个味儿我都来了一个，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唇膏，这个是 Pharmacy 的，网上断货断的好狠啊，一个润唇膏都能断货，我也挺震惊的。其实小奶瓶的妆效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这个刷子还蛮好用的，我以前都没有用过这刷子，这个是去年 VIB Rouge 送的那一个，是56.5号，这个名字也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我没有戴眼镜，我基本上是属于瞎子状态，啥也看不见，所以你们只能大概看个凑合了。这个颜色打一个底，很显色哎，连这个最浅的颜色都非常的显色。我因为我准备画个特别简单的妆，会用这个 Teddy 的这个颜色放在眼窝，显色是很好，但确实会有一点点飞粉，但我觉得挺正常的。不过啊，我觉得这个刷子我肯定以后每一天都会用，这个粉粉的吧，这个 Daydream 的这个颜色，它里面虽然看着这个颗粒很大，但其实它的设计是你一压下去那个颗粒会化掉，所以就会变成闪片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准备用手指来上，它其实就是一种那种适应的感觉，并不是那种很颗粒很大的闪片。我这颜色稍微有点浅，配我这个眼妆，你还好。这个刷子是真的好用。Hello. Hey. Are you here? Where you at? I'm at home. What's up, doc? Peace out, man. Easy. Easy.Peace. I'm gonna hang up easy. Okay, hang up then. Okay, but I love you. How long? Love you. Love you too. All of this are gonna be posted. That's fine.
Really? Yeah. Okay, let's say that again. I love this woman. 现在就看这个高光 Double Gleam， 哇，超美。然后也是用我这个新买的这个 Morphe 的这个高光刷。我真的有时候觉得 MAC 虽然就是它可能没有出新品出那么快，但他们真的有很多经典的产品就非常的好用。嗯，口红，然后我准备用就是新买的那个 Pomegranate 的那个，这个是真的很小哎，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用好几次的吧，感觉。它这个虽然是裸色，但我觉得它一点都不是惨白的那一种，就是属于颜色还是挺深的，是粉裸色。然后最后再用一点这个 Morphe 的 Setting Spray。我之前看就是 YouTuber 用这个 setting mist 的时候，我总在想他们需要喷这么多吗？怎么感觉这样脸都湿透了呢？然后用这个喷雾的时候，我才发现确实要喷很多，因为你喷出来根本就感受不到，它喷出来那种像气一样的，所以你真的得喷很久才会喷出一些效果来。哦，今天穿上就比较随意，我上面这个帽衫是 Hamelon 的，然后这个外套就是我之前分享过无数次的 Oakenfold 去年买的，然后我这个穿了一万年牛仔裤跟一双跑鞋。You're too short for me, so I can't see you. Where is it? Oh. 刚才去给他家里人买了奶茶，然后我们刚才还买了炸鸡。我第一次吃这个炸鸡店，给你们看，就是这个 Milan Finch 这个六爷炸鸡。然后我今天第一次买，超级超级无敌的香。Smells blessed. Yes, smells so good. 就特别香，它里面放了很多的孜然，而且是现炸的，特香。我现在就已经，我觉得我会不会再吃完就把它吃完就把它吃完了。我的芝士黑提喜茶。太逗了，我今天晚上已经八点了，我饿死了。那其实这个炸鸡呢，就是我们的加餐。我们今天的主菜是菠菜跟鸡腿，这边菠菜超好吃，它是熬成那种汁状，然后里面有西红柿跟蘑菇，非常的香。今天就是这个 vlog 最后一天了，希望能够喜欢这一个 vlog。然后呢，以后还要继续坚持录 vlog。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管视频点一个赞，然后订阅这个频道。那我们下个 vlog 再见吧，拜拜。